是 DJ 芬娜来信，很高兴来到台湾。大家好，안녕하세요 DJ 미유예요네재밌게즐길수있는페스티벌인것같아서네저는좀더사람들이 어떻게놀줄아는지볼수있는페스티벌인것같아요他觉得 S2O 跟别的比较不一样是，就是参加表演的人都是大家都很热情，所以他觉得跟来看表演来看表演的人更多的互动，更热情，就是更开心。就是吃了大香肠，就是烤香肠，我觉得觉得很好吃。就是我其实蛮爱吃香肠的 sausage， 就是烤香肠，对。然后我觉得很特别的是，台湾的香肠外面还有包一个就是大肠包小肠嘛，大肠包小肠。对，我觉得哇，好巨大的，就是我觉得超爱，很好吃，而且很有饱足感，因为它外面是糯米这样子。然后目前是我最爱的一个美食这样。哦。やっぱりそれが一番盛り上がるし、やっぱ音楽とメンズが融合で、因为它就是一个泼水节，一个泼水节的活动。然后呢，而且它是加的，就是大家一定要努力的来泼水。然后因为它还有结合的音乐，是音乐加水的一个融合，所以他觉得，这个部分大家可以享受。で、今回はみんなと一緒に作っていきたいと思います。这是夏天一个很大的泼水节的一个活动，然后呢，除了要泼水以外，还要享受那个音乐，音乐。然后呢，因为会场这一次活动有请到很多外国的艺人来，然后希望大家可以在这个夏天，大家一起这个尽情的泼水，然后有一个美好的回忆。みんなで夏の思い出を作りましょう。って感じですかね。就是一个夏天的活动，夏天泼水节，大家应该有玩得很开心，制造一个美丽的回忆这样子。私も乳首を狙って打ちたいなと思います。他说他也想要对准粉丝的乳头来玩这个水枪。Oh yeah. Come on, baby.